我说是谁呀、啊？从第二季我就没帮你赢过，这一季没赢过，跳起舞就没有。输了就完了。然后来，现在放好了，我输的是谁？就是每个人看舞蹈都一个样。真的，真的。不要上！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个输赢看，也不能说看太重吧，对。起码能放松一些，因为毕竟是开场，大家能放松一些，大家就在舞台上开心玩就好。对，好，来，虽然那个输掉了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所有人表现都特别好，特别炸舞台，特别棒，真的，很棒。His heart is so warm that he take care of my teammate was crying.Because he didn't go well. And he was like, it's okay, bl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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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talking to us. Like, he was so sweet. Yeah. All right, 鼓掌。刚刚莹莹的感受怎么样？爽不爽？爽。不能太爽。因为呢，我们下一场还是要赢，好不好？好。OK, 我决定好了，我们下一个 battle 要出谁。要不要现在公布？好 ，OK， 好 ，Let's go， 好。哦，用完了就这么丢弃了吗？我怎么可能可以把你们丢掉呢？本来是要给你们的爱心的。哇！我们看明白了。他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人，就 handle 全场。就是他一直在鼓励我们。OK， 要。他一下又特别可爱的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感受到了力量哦。来，大家集中啊 ，Attention please。刚刚通过大家的努力，我们收获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 battle。Through all of our efforts just now, we really observed and conducted a lot of great battles. 给大家鼓掌。我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。Failure and success are all very common, I think, in this field. 我们不争一成一池。So one failure doesn't mean anything. Yes.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以后跟未来。The future is really what matters.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以后，我对大家更加有信心，所以给大家再一次打气，希望大家继续加油。干杯嘞 ！Great team， 张艺兴队长特别像公司的老板给员工培训的感觉，很有气场，很有老板的范儿。鼓掌！打气 ！Great team， 加油！干杯嘞！接下来我们就可能要准备。怎么去面对下半场 battle 了？大家有什么想法跟搭配吗？我们换一个想法，他们怎么想我们，那我们就好应对他们。他们肯定想的是亮哥，想多一点的就是阿 K 桑，他们应该会这样想。我觉得对。一博，那个下半场，韩庚那边是有尼尔森吧？哦，对哦。那阿 K 桑要出吗？阿 K 桑、尼尔森，这好难啊！就是现在，我们要不要去硬碰硬？对，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一面。上来看精彩。这世界很酷。